新鲜货。好，华彩寿司，这是很有名的。快点嘞！不在于，它感觉是你试下来，然后反正如果没有就没了。哎，可以撕掉一个。已经不见好几张了吧？然后还有一些，这是豪华散寿司不一样。你想尝吗？这个龙虾沙拉好像不错，想要那个吗？好像很好吃哎。对啊，你看带你来吃这个多好，樱桃鸭炙烧寿司，然后不错哦。对啊，可是来日式料理吃樱桃鸭好奇怪。吃就好了。烤牛排、牛肉。那一些冻，那一些定时，准点坏习惯。我不要定时哦。那他们是十一点半开门，然后他们现在在准备中。这个就感觉是一间很厉害的店哦，还没到十一点半，今天是平日哎，都已经这么多人在排队。嗯。这是圣耀细面，那你有面哦。二百是就是面哦。我们吃了就知道。你这个吗？好嘞。真的。黏黏的一条。吃看看。章鱼。章鱼在哪里？章鱼。肉皮，那个是我想的。我这里要啊，这里帮你弄弄。卷寿司味。非常配合。你好，中文至少满分。非常配合。谢谢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很棒。好吃哦。好然后闪掉哦，闪掉哦，掉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吃完，这叫啤酒啊。然后还有这一壶口味是什么？土瓶针啊。什么针？解释一下。针。它是什么？就是它，什么都丢掉都丢进去。那为什么要柠檬？这不是柠檬，这不是柠檬，是什么机制？机制。然后有鱼肉的，好像蛮好喝的。张嘴那个，这叫什么鱼啊？旺仔。这鱼肉好吃哎，这鱼肉好吃。它很滑，不是它很柔，就是很滑，好吃啊。1350，如何？好咸哦。啊
你评价只有好咸哦，还不错吧？还算不错，但是好咸哦，我要去喝饮料。你只有那个鸭胸寿司咸吧？没有，都 OK 啦，都蛮不错。我觉得 CP 值蛮高，有服务费吗？没有。